这人要玩杀人，对我操！他 Q 这么准的，啊？ ，高手呀！我操，他要死了！我操，嗯，蓝枪看到了，就算了。 我操！你是没睡醒，令我失望。他没发现我血量就 Q， 很多人对线都不知道剑魔会血量就 Q。 干嘛？你干嘛哟？哈哈呀！你很烦呢。可惜，哎呀，铁刺边就好了。应该狂按铁刺边的，铁刺边出来就杀了。别急呀、啊，螳螂，他死了，你别较劲了。这螳螂太着急了。还行，还行，哎。 别动线了，别动兵线了！这两个也要贪？哎，走开！不买药，不买！你知道个屁！你知道我少吃两个。 我少吃跟你多吃是不同的概念。我不点他吃的更多，他经验跟我一样。
等我推一波限制再走。 打奥恩最好还是出可血会比较好，你出其他的打他不掉血，男枪吃爽还行吧，杀了他一次。 去了，他没大招，这里我们不用过去，直接推过去，这波有炮车线能吃两个渡车，就相当于拿了一个人头。鲨鱼，哇塞！我操，奶妈！这里不要去了。 去了拿的东西很少，而且这个架打起来没什么意义。 这波不去帮队友，直接给他渡成吃光。要帮了队友就不会吃这么多，南枪往上走，我们这里可以先走，直接走就行。我想。 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是刚刚好吗？我操，有点假！我都消失这么久时间了，还往这个地方扫一下，有点假呀！我操，他能知道我在这里吗？也许我应该回头打，但是塞拉斯有 W， 我打都打不死。 还行吧，有 TP 的，不掉人数。嗯。
就越来越弱了就行。男枪。 他应该刷青蛙去了。开播为什么没发提醒？我发了三遍，点关注的都收到了。我操！隔墙冲撞。 再来一下，了得掉吗？ 这么痛啊！怎么打他不掉血一样的？点火，二段 Q 没少多少，他不理解。 怎么上海也有狗叫？我操！上海也有狗叫！我操！有狗的叫！我操！这谁家的狗？ 大晚上没拴好，跑到我这里来了。这奥恩他是，那螳螂可能要死。咣！ 把这二塔拆了吧！这奥恩打人好痛。 这个远程兵 A 一下就把小车给补了，真无语。剑魔打不过猴子，打猴子你慢慢打，这东西就那样。 这里有人不想活。
买什么鞋呢？我感觉买CD鞋会好一点，我不太想买布甲鞋，我感觉还是 CD 鞋好一点，这能少150块钱。你要说肉，它也肉不到哪里去；你要说减控吧，韧性多了也没什么用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布甲鞋跟 CD 鞋越来越亏了，不亏 CD 鞋了。 除 CD 鞋是对的，技能冷却快，哇，好爽！以后就出 CD 鞋。小兵 A 人会痛不？小兵 A 人太痛。 Hello。 我操 ，CD 鞋好爽！我不出布甲鞋了，水晶鞋我也不出，以后就出 CD 鞋。布甲鞋、水晶鞋又贵，要憋个800块钱才能合得出来。CD 鞋只要650，买坏了没了。我带了欢心吗？是不是？ 出来就好了，这么变态，这刀狗没刀。Enemy double kill， 不掉血，打人又疼，不掉血，这可以。敌人刚才想一枪，侠黑人会痛不？ 剑魔无脑，我还真就无脑了。我十四级三件套，我刚两件套，两个大件打他们这些破烂装备，我要还打不死就我有问题了，明白不？这打不死呀，双穿透打不动对面的人，那么肉吧，打不动人，咣！上面有个奶妈，这东西太要命。 塞拉是35 CD， 怎么感觉他 CD 这么快？要先杀奶妈才行。发个小魔抗，放身上。653，你妈打大龙。打的不是很快。
전부 간다. 둘이 오셔서. 大奶呢？找大奶！妈的，这大奶，大奶去哪了？大奶跑了，我们打吧。哼哼，高压电，晚上好。 我用的鼠标903逻辑。我一个剑魔出了穿透装，我还打不动人。 我出一身输出装，我还打不动人，我就不用玩这英雄了。我等级比对面高，装备比对面好。我操，你说我操？